5至6粒鐘，3、4個小時吧。哦，應該超過8個鐘頭。差不多，我只要不工作的時候，我都在看手機。至少6個鐘。如果你係計翻學，即係星期一至五嘅話，就大約2至3個鐘頭左右啦。係咯。平時就5、6、7。應該都有10幾個鐘。除了睡覺和洗澡都望住電腦電話咯。我都快，應該有10幾個鐘。我是睡覺之前才會放低部電話。基本除了放學回家後，大部分時間吧。都有5、6個鐘噶，至少。望遠啦，休息咯。睡觉，看远处，还有自己做眼保健操，还有睡觉，望下啲绿色嘅东西啦，同埋食多啲蓝莓啊，之后唔知道。我平时会热敷咯，如果只眼攰嘅时候，咁同埋可能搽眼部精华嘅时候就会加上按摩啦，高速运转咯，就好似咁样。喐下咯，系啊。经常洗眼睛啊，然后睡觉关灯后不要看手机啊。可能用一阵电脑或者用一阵电话休息一下，跟住以前就有啲人教落就话望多啲绿色嘅嘢啦，跟住同埋做一下一啲眼嘅保健操咁样咯，系。我会望树。远一点的树，绿色的，望啲绿色嘅环境，或者系远处嘅建筑。树放低电话都几难哦，不过我做运动嘅时候应该就系最少接触电话咯，因为譬如话游水咁样，跟住你就拎唔到电话，咁样呢个时候应该就系最少拎住电话嘅时候啦。睇靓嘢咯，望下男仔啊。我會瞓覺算唔算係吸引我？就唔會望電子產品咯。或者出去跟 friend 一起出去逛街之類的。我自己通常都有做運動嘅，咁做運動嘅時候通常都唔會帶住個電話噶啦。咁户外活動嘅話都會放低個電話咯。通常喺呢時間係放低電話。